吃饭吧。这么好心，不会是菜里有毒吧？在饭菜里下毒这种烂事，我莫萧可看不出来。对啊，暗夜屠杀才是你莫萧擅长干的。正吃，滚！关门！你要是敢伤害郡主的话，我做鬼我都不会放过你的。郡主，吃饭了。我要见博王。郡主，汤趁热喝。郡主，郡主，我要见博王。我没有欺负你啊。我在准备新的。再说一遍，带我去见博王。郡主，你冷静点。郡主，你先把碎片放下来，莫萧带你去见主子。啊，来，你把碎片给我，莫萧保证带你去见主子。莫萧保证，真的。郡主，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，这是何苦呢？我说过了，我要见博王，你们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明白了。莫萧马上通知主子。郡主坚持要见主子，不惜以自残要挟。属下为了抢走郡主手上的利器，不慎让郡主受了伤。严重吗？皮肉伤不碍事。这是剩余的解药，还给主子。现在最棘手的是，郡主没有吃带有解药的饭菜，体内的毒还没有解。主子，您真的不考虑去见郡主吗？我该以什么身份去见他？狼崽，还是让他失望的博王？可我会恳请父皇放过马宅行，我将一命还一命。主子要如何以命还一命？让宅行亲手杀了本王，以报血海深仇。这是我对他最好的赎罪方式，也是我们俩最好的结局。主子，何爹，主子，您明日真的不打算去见郡主吗？待本王想想。解药还在，幸儿，只有把你带回来，才能替你解毒。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。
陛下直接命我们执行，刺杀任务却要把血案都算在主子头上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但是我们动手，与主子动手又有何意？我敢说，主子无时无刻不在想，或许打从他送郡主奔狼宫的那天起就在想，终有一天要用自己的命来还他欠下的。郡主，郡主，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呀？是不是受伤了？我没事。马青，快帮郡主包扎吧。举报，楚葵修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地牢，郡主被关在哪一间我们很难查到，而且现在楚葵一定会将整个皇宫交予博王防御，所以如今杨国的皇宫可谓坚不可破，现在我们连进都进不去，何谈救出郡主啊？既然咱们进不去，那就逼他乖乖的把人给送出来。四殿下，照目前的行军速度，快则半日，我们就能抵达京城了。四殿下，四殿下，你说什么？殿下若是累了，不如在前方驿站稍作休息，明日再启程。我不累，我只是在想，为何父皇不让我们留下来攻打太保营，而是如此着急的让我们回宫。微臣也不知陛下用意啊，但我想陛下定有他的考虑。你说父皇该不会是觉得我留下来只会坏事吧？若是如此，陛下又怎会将勘察太保营的重责大任交给殿下您呢？我看呀，是殿下多虑了。表兄所言甚是，不过我这一次帮父皇完成了任务，你是我三哥，会不会对我刮目相看啊？